对面不吃我们吧，哎，球女，应该没事，理论上没事。 一环一啦，蛮赚的。完蛋喽！求你救我！我相信你，杀他！漂亮！哎，可以，这就是求你辅助，有盾牌，有加速，有缓速。 平 A 还会越来越痛。嘿，阿豹这么勇啊！我好像也是一跳2米5。我是立定跳2米5。 不过我有助跑，应该有个3、4。哎，我们是被打得该该叫哎，打到处乱窜啊！漂亮球女，你还很细血的往我加速，这也是你唯一的功用了。我这 AD 没闪，我这场还能在下路吃到兵，我已经是非常的快乐，奢求更多了。对面好歹是个组合啊。 现在只能希望杰西赶快肥，然后一炮把对面轰死。虽然格雷夫 pin 了一个 gank， 但我觉得是不太实际，真的不太实际。我决定在塔前吃兵，再吃个15分钟。球女缺爆发哦，球女理论上不缺爆发。 他算是一个爆发很高的法师，有没有看过 S2 那个球女闪现卷，超级痛，但现在的球女也差不多那么痛，所以他的机制就没有改过，整个技能组都没变过。完了，加里奥，看有没有机会救你啊！ 再来，抱歉，有点太强了。我想说，球女要过来了，我们双甲，两个夹一个，有点机会。哎，他还没到，我就死了。哦，三甲，超大了，卷到了。 有了，这就是球女的爆发。但死的是我们的人，再吹个风。哎，他死的还是我们的人。啊！又死了第三个。连上路都一起被敲死。哇！ 这边也死了，好怕血，开了一炮，碎了。啊，不是就不好人，这不用丢到人啊，随便丢啊，有丢就有压力哦。这不就打中了？ 再给他来一发。
垫一下，把小兵垫光光。海盗，把这有命垫掉了。哎，等球女完美反开，让加里奥进场。加里奥一定要杀这个，哎 ，nice。确实有点垫得太光光了。开炮！开炮！打出他一个盾，再加上一个天赋，赚了。直接控制。我们一直偷偷的，偷偷的。OK， 鬼步开启。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。秒杀！哎呦，电一下1687啊，可以啊 ，AP 折力有点意思，小心不要被他电到，真的不要被他电到。莫慌，我三大装。哦，农夫的爆发也是恐怖，我只能说这时间大爆发都危险，都是秒杀。偷偷的，就偷偷的丢。哲力要来了，哲力要来了，真的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，视野超级烂。好，找到了，秒杀了，大家都被秒杀。不是全世界都被秒杀了！我第一次看到家里有鬼这样秒人，他也没什么装备，我说对面也有点软，跳下来了，来吧，够死！一枪我都还没 A 到他就死了，太痛了，我只能说真的太痛了。你说的对，这就是英雄联盟，就是秒杀。是现场啊，现场。要杀人是久的时候，现场其实一个团战很久。怎么办？哲力要是跳进来电我，我这个血量直接死哎。긴장을놓지않고먼저공격한다。那要用掉啦！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확산중입니다。带走。完全掌握小丑的一举一动。棒！小心得力滑出来。滑出来了。偷走了一个，这里怎么在这里？好像是鸡了呀！我也好痛，那当然了，大家都很痛。而且我这个打惨也不赖啊。狙。坦克的尊严，坦克就强中期的
后期当然是我们这些秒杀角的天下，要不是还有个球女辅助，我们过得一定很开心，对吧？我觉得就只有球女辅助她没玩到，其他人都有玩到。哈哈，他是打了9000，我哲力这一套看起来好玩哦，我看他是不是都玩这个，他就玩这个 AP 哲力，还有 AP 凯莎跟 AP 法洛斯。现在不管什么角色，只要他变成 AP 就好好玩了。他这就是输赢都快乐。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